实际上艺术上不存在假设，艺术啊就是说字如其人啊，他什么人写什么字，所以这两个人没有相继，对吧？那最后证明是什么？刚才那个对联里边我们看到了，都是行书，对吧？这下我们上了一个草书对联啊，这件对联的估价是10到15万，然后成交价20万零7千。我们为什么说它成交价20万零7千呢？是说它的这个价格似乎不是很高啊。好，那么我们看下面一个，把它放在一组这两个对比分析的另外一组对联。这件对联作品呢，很抱歉，还是因为图片的关系，大家只能看到这样质量的这样一个图片，大家可能感受不到。这件作品拍出了一个448500的这样一个高价，还是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它比前面那一个高，还是由作品水肿造成的，而且，这也是一幅草书对联。我们刚才在讲扇面的时候，我们说过，草书民众行楷价高，但是这件草书价也不低。当然，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草书民众行楷价高是一般情况，一般情况，不排除特殊的例子。好，我们看对这两件拍品的这个点评。他们的成交单价，我这里说的成交价是个简称，不是说总价，是说的每平尺的单价，分别是2.2万，和7万。大家看，同样是两幅草书对联，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价？好，第一，单价、总价两方面出现小件作品全面超出数倍的奇观，这个差距确实太悬殊了。无论是单价还是总价，都超过的太多了，对吧？第二，估价相同，啥意思啊？就是卖家的心里认为我这都是两幅草书对联，两个估的价钱差不多，都是10万到20万，但是能掏钱的人和我们卖东西的人，有时候他不往一处想，他里头有高人啊，所以能掏钱的买家都是巨眼之人啊。我想对第二件作品动钱去买他的这个买家，他的眼力低不了啊。然后第三，作品艺术水平决定了最终的价格，这是我们一再重申的。好，第四，1742号单价7万，在于氏草书中处于高位，就说单每平尺的价钱，于氏的草书呢7万，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偏高。好，我简单的口述一下我对这两件作品的看法。这件作品之所以只成交价只有2.2万，22000每平尺啊，也就是说我们当代的许多人的作品都比它的贵啊，都比这件作品贵。那从这里图片粗略的看，好像和这件差距不是很大，但实际上里边大有文章。这件作品啊，51年元旦啊，民国51年，对吧？这个年款非常的准确，非常的具体。60年代初，对吧？于人晚年的作品，我个人觉得，这件作品之所以拍出了比较高的价钱，总体说是水平高。从技术层面说，两点：第一个，于右任草书中善用破风，啊，就是刚学写字的人是希望毛笔能跟钢锥一样，对吧？能够立得起来，能够拢得住，别笔锋散了。但是写到一定时候，这就不行了。就得让笔锋故意的打散，
笔锋故意的打散，营造特别丰富的笔墨效果。我们刚开始学写字的人啊，一般是生怕毛笔给散了，但是到了他这种境界的时候，生怕毛笔单调了，因为毛笔不散，它就单调，它和硬笔就差不多，对吧？只有把毛笔打散了，它才能出丰富的效果。当然，这个打散你还要拢得住，叫做什么？散而复敛，就说你把它散得开，还拿得拢，这才叫高手。那么散得开，拿得拢，想散就散，想拿就拿，这叫什么？哎，游刃有余啊。所以这一件作品，从它那个破风效果、破笔的效果，说是这样的。清代有一个人叫，这个刘熙载，他在评价唐代的一个草书卷子叫《书谱》，他评价这个真迹的时候，他说："笔锋破而愈完，愈婀娜，愈多姿啊，就是这个意思。说松过庭初唐的人，他能够把笔锋写破了。大家知道，当时和松过庭是老乡，又是，在，长安做官的，松过庭地位比较低，对吧？哎，但是，他那个老乡呢，地位很高，是什么？皇家四叔，这个人是谁啊？陆简之，对啊，陆简之是谁的那个舅舅？好像啊，张旭的舅舅，啊，所以这个人非常厉害。他们都是吴郡人，苏州那边的人，对吧？当时这两个人没有任何来往，他们为什么不来往了？他们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去向不同。因此我们说啊，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两位老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王绍宗，对吧？在穿插于他们俩之间。尽管这样，这两个人的这个人际交往圈子从来没有交叉过。这是什么呢？就是艺术观念不同。但是最后谁成功了呢？这两个人的书风特别的极端。我为什么在这里把这两个人举出来呢？是因为张怀瓘说过什么？说，如果让这两个人假使，对不起，我这个有时候念音念错，假使就是如果让他们两个什么宽猛相济，就说，陆简之宽呀，宽和，柔和一些，而那个苏过庭很刚强，如果让他们两个能够宽猛相济的话，那怎么样了？实际上，艺术上不存在假设，艺术啊，就是说字如其人啊，他什么人写什么字，所以这两个人没有相继，对吧？那最后证明是什么？历史证明是什么？松过庭要什么？技高一筹，啊，影响要大，要大得多。就是什么原因？从用笔的角度，实际上就是已经埋下了日后影响的种子。他用笔的丰富性是陆简之没法比的。于右任在这副对联里边也表现出了用破风的非常高超的技术。还有一个，于右任推行标准草书，字比较圆，但是这里出现了好多次的方折，而和圆能够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什么叫方折？这就叫方折，对吧？大家看这个勾不是个圆勾，是个方勾。大家再看这个刻，不也是方勾吗？对不对？而且这个地，啊，这个土字旁的这个左手斜切，这是学的这种左手斜切的动作，应该是这种王羲之近人的这种行草书里边，这种招牌性的动作，对吧？然后这个土地的地，最后一笔这个戛然而止，这些用笔的就是水准都是相当高的，所以这件作品拍出这样一个高价，相对于前面这样一件作品来说，图片还没出来。相对于这样一件作品来说的话，它的价钱高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看另外一组对联。我加快一下速度。这是一个行书对联，这件行书七言联呢，也是于右任比较典型的作品。它估价还是15到20万，但是成交价是48万3千。下面见。这个对联，哎，尺寸不大呀，估价不高啊，15万到20万，结果最后成交价是57万5千。那么我们看一下点评。
点评。两件对联单价分别为46000和75000元。大件作品单价低是行规啊，就说人家买你100尺的作品，你不能说我还是1尺5万，对吧？人家买你1尺作品的时候，你可能是1尺5万；买你100尺的时候，可能就，对吧？就是说大件作品的单价低，这是行规，对吧？这是第一个。我当然从这两幅对联里边也看出来了。然后第二件就是两件笔墨效果相当。我所说的笔墨效果，哎，笔墨效果，我所说的笔墨效果是什么？哎，不是书法的形式的东西啊。笔墨效果相当，笔墨效果相当，不是说这两件作品的艺术水准就相当，因为还有一个形式的问题。但1480号字势开合更大，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啊，这个看起来用词文绉绉的，实际上这个一看就看出来嘛，对吧？这个字撒得更开一些嘛，对吧？哎，这个字敛得更紧一些嘛。当然不是说敛得更紧就不值钱，撒得开了就值钱，慢慢看。真草二体笔法转换幅度大，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第二件拍品，虽然我们在这里写的是行书七言联，但是它里头分明用到了草法，对吧？分明用到了草法，而且甚至它用到了楷法。如果在余润的书法作品里边，你把这个春日两个字甚至这个木放进楷书作品，也没有什么不恰当。所以我们说在这里出现了什么这个字体跨度大这样一个艺术特点。哎，大家说字体跨度大了以后就卖价吗？就好吗？当然不是。我刚才举的另外一个唐代的那个人陆简之有一个知名的作品叫文赋，对吧？文赋是陆机的，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章，但是到了唐初的时候，陆简之写了这一篇作品。这件作品最大的问题，其实这件作品里边两种字体，一件作品是由两种字体构成的。而在行楷这样一件以行楷为主要节奏的这样一件作品中，偶尔夹杂了纯粹的晋人楷书草书风格，王羲之草书风格，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杂糅的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它和王献之的那种所谓的破体还不是一个意思。那么那个刚才举的这个文赋，陆简之书陆机的文赋这件作品，我刚才说了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这件作品在书法史上的影响什么怎么样呢？是一个奇观，但是影响不大。奇观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热闹，但是大家不认账。为什么大家不认账呢？哎呀，宋元两代的人都不学他呀，对吧？这个很简单，就像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你说什么叫影响大，什么叫别人认账？那么在这个宣和书谱里面，把这个虞世南的地位给推得特别的高，说君子藏器以虞为优，对吧？我说你宋人是有点这个有点说一套做一套了，对吧？我们考察一下宋代的书法史，就会发现宋人学楷学字绝大多数是学颜学欧，极个别人学虞，哦，而且大家知道欧体在这个宋代的那个雕版印刷的这个宋体字里边，在宋体的诞生，欧体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啊。可以说尖架结构架子就是欧体造成的。为什么是欧体造成的？很简单，当时宋朝的首都在哪里啊？在杭州吧，对吧？在杭州的时候，他这个那边的那个笺本刻书啊，笺本就是国子监的刻书，就是雕版印刷，这个东西用的是欧体。用的欧体字，渐渐的雕版印刷的字就规定了，就是官方的用字。当时的几大刻书中心，除了这个杭州以外的话，你说福建的这个麻沙本用什么东西？福建建阳，对吧？也是一个刻书的中心，但是那个是商品书，而杭州的这个才是什么官办的，
哎，这个档次要高得多得多，这是官方的，这个档次要高得多得多。它用的是欧体，渐渐的，宋体字、雕版印刷的宋体字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欧体是我的一句话是说，宋代念书人，举天下之人都在学欧体，最后皇家出搞了一个这个宣和书谱，还把欧体一脚给踩地下了。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说一套做一套。哎，也就是说，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实际上欧阳询在书法历史上的他的地位、他的影响力，虞世南和他是没得比的。哎，至于为什么这两个人突然给平起平坐了，这是有一套原因的。这个原因，主要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是一个政治原因。为什么呢？虞世南他这个，他是虞世基的这个弟弟。而且他一入堂，他一入堂，他直接就是进了那个秦王府，是那个西邸十八学士，对吧？是李世民手下的人，是李世民手下的人。他不是为唐，为初唐武德年间，唐代的武德年间，他不是为国家服务的，是为王，为秦王服务的，是秦文王手下的人，对吧？而欧阳询呢，曾经和高祖李渊是同事，对吧？所以，高祖李渊武德年间的话，欧阳询的地位高。后来，玄武门事变以后的话，李世民取得了这个政权之后的话，开始用他的一套人，所以在书法上也把渐渐的把虞世南给推起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我扯得有点远，在这里我们不说了。我们只是要说的这个作品的这个中的这种艺术含量的这种跨度越大，如果作品是协调的，越大越好。但是我们刚才举的是从唐代的这个反例，说它虽然跨度很大，但是他的这个跨度大的不协调了，所以那是一件失败的作品。而于右任的这个1480号这个字势开合很大，征草二体笔法转换幅度更大，创作难度也更大，可以说水平更高。我没有直接说他水平更高，我说先说了这几条理由，后来说可以说水平很高。事实上他水平确实就是更高，对吧？为什么他在中草二体之间的这种转换呀是成功的，对吧？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于右任的一个俗话说叫绝活吧，就是他能在楷书、行书、草书之间自由的转换，而且给你感觉不突兀、不唐突。好，第三条，估价反映出卖家心中两件拍品已有高下之分。卖家认为肯定是第二个要贵一点，但是他估的悬殊并不大。但藏家却是高人，财力胆识兼具，其眼界简直可以量化。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两件作品放在一起的时候啊，买家里头啊，他是因为这个作品他是照片，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实际上你要看到于右任这种典型的这种行楷书作品的时候，它确实大气磅礴，很动人的，你很难和这个和第二个作品之间和这个第二个这一件作品之间，你很难取舍一个做出一个取舍，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实际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说这个买家水平是相当高的。好，我们看下一组，1481号行书八言。这个估价高了，估到了20万到25万。以往我们看到这种对联估价都是多少？10几万到20万嘛。这个估价到了20到25万，不要看出估价高出这么一点点，实际上这个是卖家的一个心理的反应。那么为什么高？我想两个原因。第一个，八言字多，尺幅大，尺幅且不说吧，尺幅还不如前面有的大，差不多。
八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上面敬之仁兄政之，看见吧？有前款或者上款，敬之仁兄政之就是何应钦啊，对吧？这是于右任写给何应钦的一件作品。何应钦这个名气也太大了，因为上款这个人物太重要了，所以这件作品应该说意义不是简单的一件书法了。因此它的估价也就高了，但是它的成交价是57万5千，也很高，啊。好，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点评。这个我们没有和别的比较，单拿出来是因为它有一个特殊现象。考虑到上款名头、书法水准、整体品相、同场次、行情等因素，这件作品单价5.2万元，价位偏低。究其原因，纸张影响了笔墨效果。洒金纸当时喜庆，但日后市场普遍低于生绢。这个藏家相当高明，虽然没说话，雅俗之风黯然于心。就是说啊，我们明显看，这是一件洒金宣的这样洒金纸的这样一件作品。洒金纸，但你比方说，喜庆的日子，过年，结婚，祝寿。等等，这些喜庆的喜事儿，用洒金纸，很喜庆，但是，据我观察，大家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啊，一般来说，洒金纸的这种作品，价格都不高，为什么？是何应钦的喜事儿，与我何干呀？而且。这个红纸时间长了以后啊，有的纸比较亮，就是透亮透亮的红还好；有的这个暗红啊，看着有点压抑，它悬挂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中国人特别的聪明，最好的颜色是什么？黑、白。好，我们看下面，其他的一类是册页和条幅。这个东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就是这个邹海滨墓表，原来写的是，图录上可能写的是那个为谁谁谁书什么什么墓志，我给改成了墓表，因为墓表和墓志是两码事儿，是吧？这是墓表，不是墓志，这个是个册页，册页呢，它尺幅不大，但是它是件数多，它一共9件，所以后头有乘九，对吧？估价15到20万，他们似乎期望值不是很高，卖家似乎期望值不是很高，他才给他九件的东西，他才给估了15到20万，但是这个一成交的话，78万2千啊，所以市场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至于为什么估低？又走高，一会儿我们再解释。我们看第二件作品，岳飞的《满江红》，就是那个《满江红》，怒发冲冠那个啊，好像还传说有一个"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对吧？那也叫《满江红》，这个是也是岳飞的《满江红》，这个是"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啊，这个《满江红》。这个作品呢，确实气势很大。那个，他拍到了172万5千，这样一个成交价。这个一会儿我们再分析。我们回过头来再欣赏作品，再分析。这个东西是西泯啊，西泯，大家不一定熟悉，它是那个张载的这个作品。张载是那个宋代的理学家，他张衡渠就是。他衡渠先生，张载是这个，这个眉县人，就是陕西省眉县衡渠镇人，所以叫张衡渠。他是这个宋代的理学家啊，也是那个，应该比这个谁早，比那个二程啊什么的，比这个二程他们，包括后来的朱熹啊，比这些人早，他是那个理学的前辈，啊。这个《西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著作。于右任呢是陕西人，关中人，对吧？
大家都知道，所以张载子是他的这个乡贤吧。先说这么多，一会儿我们一块儿分析。这个是晏殊的《浣溪沙》，估价是还是15万到20万，但是这个估价和前面相同，可是这个成交价只有39万1千，对吧？这个1米78.5乘以45，这个相当于什么？6尺对开，对吧？相当于6尺对开，差不多是6尺对开的纸，应该这个，所以这个尺幅是相当大的，但是成交价只有39万1千。这个是一个，我看这个是1米3，这个是个4尺对开的，对吧？大家看到了，这个4尺对开的这个成价竟然是37万9千，对吧？所以确实不以尺幅论价呀，好点评。这个我是计算出来的单价，一次是9万1、8万2、8万4、4万88，还有9万，是他们的那个每平尺的价钱。好，我们先看完这个点评。这个邹海滨的目标，这个是个册页，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这一组里边的第一件作品。册页往往是精益制作，为什么？简单的很，装裱好了，一笔下去写坏了，那一个册页。现在我看这个扒开嘛，这么大的那个册页装裱，用宣纸装的册页，一个好的都1000多块钱，对吧？对吧？这个东西拿来你一笔写坏了以后，那太可惜了，它不是一张纸。所以的话，册页往往是精益制作。大家说，哎，那装裱，那要是没装裱，写成单篇，最后裱成册页的呢？你说这不就不情况了？那更是精品。为什么？能够把它往一起收，能够把它凑成在一起去，一定要选好，对吧？大家曾经，我在曾经看那个谁，这个傅抱石在那个金刚坡时期的一个册页，曾经在一个大拍上出现的时候，那真的是扒开的册页，那张张震撼，对吧？所以它这种册页没有次的，当然价格高。说此件作品虽是目表，并非一般美文格言，就是它的内容不是一般的文章啊，但文献价值是正面因素。也就是说，你要想考察民国时期的这个邹海滨，那有余幼任这件作品在的话，这个目表是他的这个目标的来源是什么？目标是他的这个生平啊什么的，都是人家的家属提供的，相当可靠。生卒年、籍贯，对吧？就是仕途，主要贡献，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它的文献价值比较高。那么也就是说，这件作品的文章内容在这里扯平了。大家一般喜欢美文，对不对？滕王阁序喜欢，对不对？登龙赋，王粲的登龙赋大家也喜欢，对吧？曹植的洛神赋大家更喜欢，心经也喜欢。但是这个东西是个目标，跟我何干？对吧？跟我收藏者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和邹海滨非亲非故，对吧？我为什么要收藏他的目标呢？但是别忘了，他这个历史文献价值有了，对吧？所以从文章内容上来说，这两方面扯平了，扯平了。那么，这是这件作品拍出比较高价钱的一个原因。像所谓高，是和卖家的预期相比，卖家预期不高啊，只有15到20万，最后成交的单价达到了91千每平尺，对吧？好，四尺调平式样，《满江红》词。皆属常见，就是《满江红》怒发冲冠，谁都知道。但四条屏也是非常常见的样式，但此作草书字形变幻丰富。对不起，这个"幻"字儿写的不对啊，这个有时候这个拼音打字是有这个问题。草书字形变幻丰富，大小错落。我为什么把这个提出？为什么把这两个提出来？大家看着，这是一般书法欣赏的常用的词，觉得你就那么一套吗？不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文泽自负，这个落笔还是要慎重的。所谓大小错落，是因为
为什么要说大小创造？是因为于先生他这个后半生一直在致力于推广这个标准草书，标准草书它就不能大小太错落，要差不多，大小差不多，所以渐渐地影响了他的书风，他的草书一般大小不太错落，但是这件作品确实大小错落，《满江红》。哎，在这里再次提到笔的破风效果很好，我觉得这是余右任的一个非常拿手的一个本领，啊。哎，那相比较而言的话，那启先生用笔的那种精微和他那个敛锋的那种能力，那又特别的高超，对吧？所以这个同是这个一流的书法家，但是他们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他在这里的话，破风效果用的是非常好的，虽是巨幅作品，单价依然较高。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了，一般来说大幅作品的单价都比较低，但是这件《满江红》虽然是大幅，但是它的单价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欣赏一下这件作品。我刚才说到了它那个破风的效果，大家其实可以是在这里边看得见的。你比方说啊，莫等闲这个等啊，对吧？这最后你比方说这个笑啊，笑谈可饮匈奴血，这个笑，这个血最后这个看着墨很重，实际上也用到了破风。你仔细看的话，它实际上也用到了破风，对吧？它这些笔的这种笔墨效果比较好。还有一点，我想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字的那个大，这篇作品的整篇里面的话，这个大小的悬殊也比较大，不像于是草书一般那个常见的那种字大小均等的那种情况，它这个大小悬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字显得比较错落。为什么要错落？错落就丰富了，就灵活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这是这篇作品价高的一个就是原因。好，我们看。点评第三条，于是书写内容十分开阔，就是他是一个博学的人，对吧？大家都知道余右任曾经是什么，哎，中举是吧？啊，最后跑到上海，然后跟孙中山这个参加革命，对吧？到日本，啊，所以他实际上是个，他实际上就是旧社会这个私塾培养出来。典型的这种读书人，对吧？他的这种旧学的功底是那个时候谈不上旧学，就是那时候因为没有什么，不说新学的时候没有什么旧学，他那个学目就是传统的学嘛，对吧？所以他的这种经史、诸子、美文、诗词、联句，都是他入书法的内容，所以他的内容特别的开阔。这跟我们当代中青年有时候这个。哎，一写就是日照香炉生紫烟，那可不一样，对吧？所以它的内容很开阔。西明是高深文字，啊，西明说实在的话，确实是高深文字，因为它这个理学家的文字嘛，对吧？张载是关中乡贤，因为张载是北宋人，是那个余右任也是关中人，对吧？此作受无受书人款，就是这件作品。没款是没有上款，不知道是写给谁的，还是什么情况下写的。假如说啊，当然人家这个以翠阁，人家恐怕是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当年是怎么回事，对吧？皆可视作价值因素，就说我上面所说的这个内容开阔，然后文字高深，然后又是相衔，你想他为什么三番五次写张载的内容呢？余右任大家都知道，余右任晚年的时候，这几天我看微信上还说了，说谁知道那个“葬我于高山之上兮，忘我大陆”，谁知道那是怎么？那余右任临去世之前的这个诗嘛，对吧？哎，所以他既然到了台湾，那么他为什么一直他为什么写那么大量张载的内容呢？我觉得是第一是一种对前贤相贤的一种敬仰，还有一个因素是思乡的情绪，对吧？不仅仅是他喊出"忘我大陆"才叫思乡，
他不停地写他家乡的先贤的这个文章，本身就是里边我想它包含了这种思乡的情绪，啊，所以这些因素呢都是加分的因素，所以我这里说皆可视为这个价值因素，而且我在这里说了一个，相信未来价格空间很大，为什么呢？写西明啊，恐怕，舆论是不是其他地方还再次写过其他形式的西明内容的这个作品？我不敢肯定啊，但是我见过的就这个，其他人写过没有？不太写，哎，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很稀罕，啊，所以我说，当然稀罕不见得就一定价高，但是我想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综合性的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我想这个作品的虽然现在价钱就这次这个以翠阁专场这个以翠楼专场这个拍卖虽然价钱就比较高了，但是我认为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那么这里也引申一步，实际上在书画市场上，我们在投资书画的时候，就是高了还不嫌高，啥意思？就是它高了你还要买，为什么？那么多人争着叫高价，那这东西肯定还是有原因的，当然要加上自己的风气啊，不能盲目的跟风，但是恐怕，当然，我不说这种这个作品以外本身的其他东西我不太懂，就是说这个作品如果真的是真实的作品，又是真实的这个交易活动，那么它的价钱如果被抬得比较高，这个不嫌高，只要东西好。我刚在这里我简单说了一个叫做太白草堂集序，也是此类佳作，一会儿我们回去谈，书法水平更高，所以成交单价更高，也就是说这两件作品，这个就是太白草堂集序，但我看不清楚，但是你仔细辨认的话，这个比那个西明啊从书法的那个角度看的话明显要高，所以这个虽然尺幅也很小，但是这个还是拍出了高价。但是我们在这里还要对另外一件作品发表意见，就是我们下面的这第四条点评，燕瓷是千古美文啊，的确，对吧？二燕啊，燕书燕记道，对吧？燕书燕记道，那宋词里边的那个绝对并驾齐驱的父子两个，这个宋词的这个顶尖的高手，对吧？此作行书是于氏典型风格，作品形式是巨幅立轴，有气势，是适于悬臂的佳作。什么意思啊？就是藏品一方面是想让它增值书画，但是你老把它卷起来放柜子里面，不是。他挂在家里边，如果现在家里好多有条件买这些东西的买家呢，他家里边条件悬挂条件也比较好，也干净，也是保护比较好，对吧？所以书画藏品就成为一个是什么样的东西，收藏兼装饰兼实用，对吧？我暂时先挂着，我不考虑它赚不赚钱的事情，我买回来本身就是一个装点，对吧？买一个名人的真迹，它本身就是一个装点。挂若干年之后它升值了，所以它是个两全其美的事情。但是折扇恐怕不好挂了，对吧？折扇不好挂，手巴掌大的那个小楷心经那也不好挂，为什么？你挂在50公分以外就看不清楚了，不知道上面写的是啥，它可能营造一点气氛可以。那么你想6尺对开的一个燕瓷，燕记道的燕书的瓷，对吧？一曲新词九亿杯，去年天气旧情怀，是吧？这非常有名的千古美文啊，又是余幼刃的字，字又好，悬臂效果又好，就是悬臂效果是由它这个书是由它的这个尺幅和它的形式造成的嘛，对吧？而价格颇低，我在这里说到的价格颇低，就是我显然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我认为这个价钱低了。只能说买家捡漏了。你能说出这个东西价格低不好的原因吗？
我觉得它没有道理低，所以有时候大家都说啊，现在还有漏可捡吗？有，我认为这个买家他捡漏了，就这件作品。于右任的字，晏殊的词，六尺对开的作品品相非常好，于右任的典型风格，这个四万一平尺，你说还有什么，对吧？行，我们看下面的几个。我把它这个，把后面几个单独列出来，是有原因的。大家看这一件作品，那么我们看这个估价是3到5万，最后成交价是6万3千，对吧？也就是说，跟前面的拍品相比的话，卖家期望值，高了，高估了，成交价并不理想，对吧？我说的是相对而言，你看这才。才高出多少？没高出，比估价没高出多少，对吧？好，我们看下面一个，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分析。这个行书保值预知，这是个题词啊，对吧？是立仁幼稚园10周年纪念，于右任、王文光敬贺。这是写了一个，这是日常的这样一个条子，对吧？这个东西。估价是上限是4万，这个也确实是4万250成交的，对吧？这一件更惨，这一件草书题词，你看估价是2到4万，成交价是25300，但成交了。什么原因？好，我们看点评。点评，成交单价一次为3万每平尺，1万每平尺，4600元每平尺，4600元于右任的字啊，好，我们继续看，怎么那么低呀？第一，少字数。书不完整，张载宇，张载的那个话没写完整，大家说人家故意挑出来那么一点写，因为那他是串在一起了。你就像说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你说来个"成一家之言"，上面连头截断，啊，这个东西在写作的时候，在书法创作的时候，一般是忌讳的。第二条，特殊作品价格常有意外。我们首先说少字数的作品，一般来说价格不高，对吧？你写一整篇四尺对开的是一个价，你写个"紫气东来"，它是另外一个价，对不对？对吧？但是为什么说常有意外，没说是偏高还是偏低，它是说不清楚的。比方说去年启先生的一张字，这个"红书"，对吧？大展宏图的"宏"，那个枢纽的"枢"，两个，当时他们给定的是"楷书"。实际上，确实也是楷书，墨很浓，字比较大，大概，4尺3才稍微长一点吧。那么大，那么一件作品，当时拍到了，我，让我记不得了，好像是170万左右吧，比大幅的还贵。所以这种情况不好说啊，那两个字的确是启先生的作品，启功先生的作品里边的确是比较少的那种形式，对吧？他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具体哪一个拍，哪一次拍的我忘了，红书宏图的宏，大展宏图江鸟，然后书是一个木字旁一个区别的区，对吧？枢纽的枢，红书。拍出了很高的价钱，只有两个字。好，这个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看后面的，这个
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给大家念一下：1461号草书对联，静心纸本，26×17.5厘米，26×17.5厘米。你想想，手巴掌有多大啊？估价就估了30到50万，最后成交的是19万5500。哎，对不起，估价不是三到五万，我说错了，抱歉啊。3到5万，最后成交价是19万多，将近20万。这一会儿，好，一会儿再说，先看这个点评。点评：不足半尺，单价48万元，书画太小就不弄平尺了。这说的是一个行规，对吧？你太小了，说你一平尺多少钱？我一平尺3000。说行了，你把那个金刚经给我抄在一平尺上头，我给你3000，那是欺负人是吧？所以作品太小就不弄尺定价了啊。那么这里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他这个我算过了，0.42平尺，多少钱？48万元成交，这叫单价40每平尺，价钱48万，太惊人了，对吧？是吧？点评第二条，我为什么说于是非一般书家可比呀？词来得快，为什么说？你看这写的是啥话？时代岂能后退，兵机不可先传。大家都知道他是检察院长，对吧？做了23年的检察院长，但是他和这个军人之间的这个交往啊，特别的多。他写过好多跟这种这个黄埔军校啊等这种毕业的生啊，有毫无生涯的这些人之间交往特别的多，所以他这里讲到了兵机不可先传。这个我还今天中午看了一眼，这个对联写的是一个联句啊，对联，这个非常的工整，对吧？所以于润他这种功夫是非常扎实的，对吧？词儿来得快，通俗，但是不低俗。谁都读得懂。其时代岂能后退，兵机不可先传。不仅通俗，里边还包含着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寓意啊，意思，这个意思非常好，所以恐怕这个东西确实挺好的，而且这个风格和他以往的字显然不太一样，对吧？还有，但这个印章盖的也不太清楚，所以我看这个作品的年代不是特别的早。好，这个东西还不太吃惊。最吃惊的我们放在今天最后一个。这个1521号作品草书七言对联，这个叫对联吗？一会儿再看叫不叫对联。这个是24.5×6.5厘米，这个对吧？估价是10万到15万，最后的成交价是39万1000。那么我们看点评。第一，卖家就是卖家，不是买啊，卖家想到了，但还是没想到。为什么说他想到了？他估价不低，但他还没想到，成交价更高。第二，买家之中有高人啊，单价136万，这我算过的，我精确的算过的。单价就是每平尺136万的草书，我打个引号，便条，这那么小一点点东西能叫对联吗？简直就是个便条。当然这是个诙谐的词儿，实际上它却是对联的形式，但是简直就是个便条。岂非一字千金，无愧草圣之誉啊！所以这个名不虚传，贵就是贵啊。印章模糊了不算什么，瑕不掩瑜。对啊，我刚才先伏笔埋下说了一句，你看印章都盖模糊了，对吧？这都不算啥，书法还是看字，啊，书
最后一句话，书法投资的前景看好。